今天我们又准备出门了，天气温度明显比前几天要暖和三四度。冬天的时间就是不够用，早起亮得特别晚，然后晚上还黑得特别早。准备去溜达一圈，顺便去干一件大事儿。到目的地就已经中午了，每人先来一碗面。我怎么感觉这是大缸啊，不是碗呢？我们家小细抠带我们来吃这大碗面，吃完老板会免费给加汤加面，免费加，你一直吃他就会一直加。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牛奶绒福利床盖，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直播，开播就准备给老铁们送福利，谢谢老铁们一直对我的支持与关注。我会严把质量关，不是说放福利的东西就会质量次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，真正自产自销的价格给老铁们包围到家，这两天等我回归直播。最后祝家人们平安夜快乐。